奉天承运，君上诏曰：今举办医仙圣手大会，为寻一神医，医治户部尚书叶浩然之怪病，此事甚密，不得声张，钦此。浩然，哥哥知道你是被奸人所害，才会得怪病。我一定会找到能治好你的神医，为你查明真相。谁曰华佗无在世？我云扁鹊又更生。鬼医医术通天，就算是华佗在世，也不过如此。哎，那这鬼医的称号从何而来啊？坊间有两种传闻，其一当然是鬼医行医治病，鬼斧神工，可以说有枯骨生肉、起死回生之能。这其二嘛，就是鬼医行踪难测，来无影去无踪，所谓是神出鬼没。大家知道鬼医衣着讲究，特别是他那把酱香紫扇，传说这折扇中藏有各种奇珍药粉毒粉，杀人和救人就在扇子的开合之间。但是对于鬼医的面貌嘛，大家是众说纷纭，有的说是那慈眉善目的耄耋老人，也有的说这鬼医呀，是一位美若天仙的少女。离咱们醉梦城不远的封仓国药王岛，不是马上就要举办圣手医仙大会吗？听说拔得头筹的医者能够得到那本旷世奇书《神农医典》，想必鬼医也会心动的吧？算你有见识，我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，鬼医一定会来参加这次的医仙大会，名正言顺的拿下天下第一神医的称号。鬼医来了！鬼医来了！鬼医来了！快点，鬼医来了！鬼医来了！这身装备，莫非是多情公子叶扁舟？回事，看装扮是采花大盗，多情公子叶扁舟。鬼医果然神秘。这几个人貌似张扬，实则低调，像极了鬼医的作风。青儿，不用担心，只是体虚晕厥，休息片刻后便会醒来。多谢鬼医大人，请受老夫一拜。严重了，严重了。张员外，是这样，我们家鬼医大人呢、有一位远房表妹，生得那是一个花容月貌，性情温婉。听闻贵府张公子德才兼备，且尚未婚配，不知可否？能与鬼医大人结亲，是我们张家的福气，不如趁着今日乞巧节，让二人相见如何？好，那便今晚戌时相约虹桥，以此对面具为戒。哟，妆容不错啊，清纯又不失稳重，你这是铁了心要给楠楠找个后爹吧？
这张公子要是知道你便是鬼医，岂不是就吓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了吗？我呀，只求他别被楠楠吓着就好。这楠楠也真是啊，每次你相亲都会捣乱，只许自己放火，不许娘亲点灯。也怪我平日太过宠他，楠楠渐渐大了，需要有个人好好管教了。哎，我听说啊，张公子才高八等，气宇不凡，而且还在私塾教书，对孩子相当有耐心，定是个合格的父亲。哦，对了，这事儿没让楠楠发现吧？放心吧，我让罗汉果带楠楠去南城玩了，你们约定在北边的虹桥，完全两个方向，绝对不会碰到我。想摆脱我可没那么容易。你的手，无妨。公子快走吧，这帮刺客人数众多，公子武功再高，怕也……同样的话我不想再听第二遍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引开他们。不行，我去。小主人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主人知道了就麻烦了。哎呀，你走开。小朋友没事吧？快起来，没摔到哪里。小主人，你没事吧？你走路。你是张公子吧？张公子，他就是张公子，我找的就是他。完了，自求多福吧。等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就是张公子吧？又不是。张公子，是你吧？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别出声，配合我。这些人是来追杀你的吗？不想死的话就安静点，别回头。哎，你受伤了，这儿我比你熟。你不想死的话，就跟我走。丁伯，丁伯，开门啊！
青洛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位是……哎，没时间解释了。丁伯，借你密室用，就是楠楠离家出走经常用的那间啊。走。张公子，那帮人为何要追杀你？不过你放心，这很隐蔽的啊。进来啊！你不进来，我关门了。我可不想死，那帮人追到你，你可别出卖我。想不到张公子一介书生，身材居然这么好。臭丫头，手不要乱动。快搜！是是。芊芊公子也不过如此。走吧，他们不在这儿。你们没事吧？他们已经走了，你们出来吧。丁伯为何多此一举？他明知道机关如何从外面打开。不对，该死，没想到这姓张的居然是趁人之危的登徒子，真是瞎了眼了。走吧，他们不在这儿。你们怎么了？黑衣人为什么追你们啊？情况紧急，我别无选择。你个登徒子，敢占本姑娘便宜！你不是张公子。我从未说过我是。不论怎样，多谢姑娘搭救，我还有要事，先行告辞。你个不要脸的臭男人，给我滚回来！你谁啊？你别再让我碰到你，听到没有？属下无能，让叶修都给跑了。废物！这么多人，连个叶修毒都留不住。清风门主，再给属下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这种废物留着只会坏事儿，叶修毒还是交给我来解决吧。那就看你的了，炼魂。安全了，走。公子，现在敌暗我明，你要不换个身份参赛吧？这不是叶扁舟吗？无耻，定是去女子闺房做偷香窃玉之事。我知道换什么身份了。张公子，轻点，轻点！张公子，你这是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小孩，替我下次狠手。这是特别有用的解药，你拿着，快回去吧。谢姑娘。余情难，过来！你去哪儿？又给别人下蛊是不是？娘
主人，起开！别抓不到我吧？你看你把张公子弄。这，我看相亲这件事儿啊，以后还是算了吧。我看楠楠啊，根本就不会接受除了自己亲生父亲以外的男人。寻找楠楠的生父，无异于大海捞针啊。我看啊，也不是毫无线索。当年我救你的时候，你已经不省人事，但是死死地攥住这块玉佩，说明这和楠楠的生父有关系啊。我有个朋友告诉我说，这块玉佩出自天下第一巧匠之手。咱们的伏龙客栈已经开遍四国，唯独只有封仓国京城没有开分店。这次去，我倒是可以问问有没有什么地儿啊。琉璃，修罗门在京中势力盘根错节，你躲了他们六年，如今为了我还要冒险回京。这些年要是没有你啊，我跟楠楠还真不知道。又来了，还要说这些？我已经说过了，咱们姐妹之间不分你我，而且这很有可能是仅剩的唯一一个线索了。只不过这很有可能会揭开你以前的身世和过往，你当真能坦然面对吗？自从六年前你从潮白河里救了我，替我接生下楠楠之后，我昏睡了三天三夜，醒来之后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。好了，别怕，是不是想起以前那些可怕的事儿了？我的错，我不提以前的事儿了。好吧，别想了，咱不提以前的事儿了啊。小主人，我们回去吧。娘亲为什么总想给我找爹？他是不是根本就不爱楠楠？怎么会呢？主人这个人啊，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心里最看重的就是楠楠了。娘亲总觉得我给他添乱，还不是因为我贪玩偷吃还不听话吗？表现差就别说三道四，只要我办一件大事，娘亲自然就会重视我。嗯，倒是有几分道理。你这次离家出走已经是一个时辰零一盏茶的时间了，这已经超过以往的记录了，足够引起主人的注意了啊。医仙大会，主人，楠楠呢？
小主人这次玩真的，把我毒晕以后拿走了我十两银子。我这臭儿子真的是越来越不省心。坐了一晚船，总算到了。看来还需要弄个参赛卡呀。小家伙，是不是想要参赛卡啊？1000两一张，童叟无欺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来一张？童叟无欺啊？对呀、啊。你知道1000两能买多少只香酥鸡吗？嗯？你当我3岁小孩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都已经6岁了。哼。哎。买香酥鸡？哎。客官，您的鸡来了。两位客官请慢用。公子，你的手要不要看大夫？小生，无碍。公子确定鬼医会来医仙大会吗？不过但凡夺冠者，必定是医术高超者。但愿我们能找到治好二公子顽疾的人。谁家小孩怎么在这偷食？哥哥姐姐，我是个孤儿，从小就没见过我爹，娘也不要我了，住在饿得慌呀。吃吧。嗯，谢谢。那你是怎么来药王岛的？我跟师傅来的，结果不小心走散了。姐姐，你们是来参加医仙大会的吧？是啊。那你们也带我一起去吧。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我可是诡异的嫡传弟子哦。哦。如假包换。天啊！你这是中毒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最近疲乏，夜不能寐，有时候还会发抖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你是不知道，中此毒者极难自觉，时候毒发就会全身经脉暴毙而亡。这下毒之人啊，也算是忒狠了，不过遇到我算你走运。喝了这个可以保命。公子，没事儿。我可是看在鸡腿的份上才救你的。好，痛快。好了，这下你们总该信了吧？
你说你是鬼医的嫡传弟子，那你师父在哪儿？师父的行踪岂能随便告诉你们？不过他在哪儿，可只有我知道哦。如果你们能带我去一仙大会，我还能考虑考虑告诉你们。好啊。不过奖金我可是要拿90%，外加100只香酥鸡。只要你能拿冠军，奖金全都给你，外加一个烧鸡谱。真的？那我们拉钩为证。口说无凭，我们还是在白纸上写黑字比较好。嗯。小二，文房四宝伺候。好嘞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我楠楠就行。这位是……没时间解释了，定伯，借你密室语用，就是楠楠离家出走经常用的名字。不会这么巧吧？让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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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！啊，什么人啊？这是。进去吧。嗯。嗯。哎。哎，鬼医来了。想不到我已如此低调。还是隐藏不了自己的魅力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主人，他们说的好像不是你。嗯。是吗？叫什么名字？林伯伯，你都没见过。我是看到鬼了。哎，确实没见。好像是。哎，好像是被吹了。哇！嗯。欢迎鬼医！欢迎鬼医！哎呦，你一定是大名鼎鼎的鬼医吧？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参赛卡。为什么他们不需要？御史大人说了，鬼医如果参赛，特事特办。哦，那如果我说我也是鬼医呢？你也想站到那边去吗？主任，主任，就一张。这参赛卡要1000两一张，出门仓促，身上只带了这么多。哎，给我，我自己进去。主任，如果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在外面候着。好，我让大百合来通知。嗯，好。哎，你看啊。小兔崽子，看我不把你抓回来！果然还是个孩子，天还没黑就犯困了。公子确定让楠楠睡在这儿？你先回去休息吧。莫嫌告退。你受伤了，这儿我比你熟，你不想死的话就跟我走。
什么事？小毕是来给参赛者送水果的，给我吧。他受伤了，很好。你怎么还没走？楠楠，帮我把金疮药拿来。哦。这不是那部采花大盗的鼻子吗？多谢诡异大人，请受老夫一拜。哎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叶公子，叶公子，叶公子！张员外，晴儿她为何服毒自尽啊？都是那叶扁舟造的孽。哎，他自称多情，实则是无情无义呀、啊。和小女相恋三日便狠心抛弃，小女一时想不开，这才……张员外所指之人。难不成是江湖上人称多情公子的叶扁舟？正是，诡异大人可要谨防此人呐。这传闻他只要摘下面罩，吹响林风笛的那一刻，任何女子都会被他的绝色容颜所倾倒。我家小女就是因此而沦陷的。我平生最恨绝情无义、欺骗感情的男人。若是再遇此人，我定会为天下女子讨个公道。难道？楠楠，帮我把金疮药拿来。哦。这不是那个采花大盗的笛子吗？难道是你？是你！好你个登徒子，很好，那现在本姑娘就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我还没问责你擅闯我房间打扰我沐浴，你倒恶人先告状了。白衣柳叶林风笛，多情公子叶扁舟。我没话可说了吧？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。好你个贼心不死的淫贼。是我对手，是吗？
要脸。你们在干什么啊？放手。玉情难。为何你中了大百合的毒却没晕？因为我把折扇里的毒粉药粉通通都给小叶了。你为什么给他？我收了小叶为徒，当师傅的总要在徒弟面前露两手吧。在为师正式收你之前，我这……知道你是为我担心，但是小叶给我吃给我住，这徒弟多好啊。嗯，楠楠，她是你什么人？我姐姐，哎，同门师姐。我倒是不知鬼医竟然还有这样的徒弟。厚颜无耻，这淫贼明明设好圈套一步步引我深入，现在却在这里装傻充愣，这定是他勾引女子的手段。若非顾及楠楠，我定要好好惩治他一番。别跟他废话，走，跟我回家。哎，不行，我还要拿第一呢。我告诉你，跟这种人做队友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拿到第一，听到没有？走。他和我缔结契约在先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能带他走。好了，现在我可以带他走。我听说伏龙客栈的金掌柜做香酥鸡是一绝，我可以让人去尝尝看。琉璃金盆洗手许久，不能因我再卷入江湖纷争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你参加一仙大会。看来今夜无法离开药王岛了，不如暂且应了他，再找机会为天下女子除了这个祸害。好，醒了。刚刚是我下手太重了，不打不相识嘛。这颗药丸一会儿你吃下去就没事了。哎，师姐，这个黏糊糊的，你先休息。独一姐，现在我们两清了，得重新开始谈条件。让我参加一仙大会也可以，不过有三个条件。
粘好了吗？哦，粘好了。契约，莫贤会重新再拟一份。小爷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不过，我还有个条件。说。让你的蝎子再咬一下。你有病吧？你。鬼请。也太不要脸了吧！都是小屁。参见御史大人。请坐。人心人数，大一京城。诸位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医者，今日将诸位汇聚一堂，就是为了评选出我封苍国的第一神医。今日鬼医也来到了比赛现场，在下终于有机会目睹鬼医枯骨生肉、起死回生的高超医术了。眼瞎成这样都能当御史大夫，我要去拆穿他。回来。他确实眼瞎，那鬼医是假的。哎，小医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很简单，据说鬼医的酱香紫扇扇骨极其坚硬，扇内暗藏各式毒药，备极奇巧，乃是独一无二的奇门短兵。而这假鬼医所用的折扇，一看便是普通的江南折扇。我说的对吗？鬼医的徒弟，这个叶扁舟为了接近我还真是下足了功夫，还装不知道我真实身份。行，你喜欢演，我就奉陪到底。怎么，我脸上有字吗？看得如此专注。嗯，是真是假你自己慢慢研究吧。啊，本次比赛共分为两轮，只要能顺利通关，不仅将获得万两黄金，还将获得医界奇书《神农医典》。第一轮，望、闻、问、切，诸位，请。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他是什么病症？可有把握医治？香菱姑娘病症复杂，白天看不出什么异常。放心吧，香菱姐姐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。嗯，起来。
鬼医啊。我很好奇，鬼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既然要掩饰身份，为何还要顾四大护卫招摇过市呢？你懂什么？四大护卫甘心追随，我师父把他们当亲兄弟一样。鬼医旷世奇才，若能以真面目示人，必定会造福天下百姓，为何又要故作神秘呢？你也说鬼医之能是天赋，既然上天给了，你管他如何使用做什么。我师父呢，就是想靠自己的意愿在这世上过活，你不着。鬼医还真是高深莫测呀。其实我倒是好奇，天下女子为何对叶公子这副皮囊一往情深呢？嗯？青洛姑娘莫不是想要亲自试上一试？这丫头的左耳耳环中定有奇怪的毒粉，而解药便在这右耳的耳环中。还晕血吧？你说对，我确实有晕血症，所以我们还是保持距离，免得我连累到你，如何？行，你最好离我远点，远到让我看不见。如你所愿。这东西有剧毒啊！
别！什么情况啊这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别！冷静！求我呀！求我就救你！你休想！我死都不会求你！奇了怪了，这卢虎峰为什么只追他们，对我们却完全无视啊？喂，你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？银子，你快救我！姓叶的，快救我！我真的不行啊！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叶大侠，快救我！秋草黄，人间数落几道。我都成这样了，你为什么还？他不会被毒死吧？哎呀，不会，最多就是毁容而已。救命啊！哎，慢着，香菱好像不是要攻击的。恭喜大家进入第二轮，相信大家已经看出来了，香菱姑娘白天一切正常，但是到了晚上就会失去神智，如同野兽一般。其他没有看出症状的医者都已经被淘汰了，剩下的五组医者，只要你们能够分辨出香菱的病症，将其治好，便可拔得头筹。这都怪你那个徒弟叶偏周啊！啊什么啊！我告诉你啊，玉清南，你不仅离家出走，你还引狼入室。我现在命你立刻跟他解除师徒关系，好好反省吧你。吃饭。娘亲，我跟小叶他也接触有一段时间了，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而且你不觉得小叶他很可怜吗？他可怜？对啊，小叶他那么有钱还要偷银子，他肯定有别人不知道的苦衷啊。作为师父，我更不能放弃弟子啦，我一定会教导他改邪归正，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哎，是吧娘亲？楠楠说的也有些道理，这叶偏舟似乎并不像是江湖传闻中那样的采花贼，可他处心积虑引我来参加一仙大会，目的又是什么呢？莫贤向公子请罪。何罪之有啊？莫贤应该阻止公子假扮叶偏舟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你不必自责。但青洛姑娘却对叶偏舟成见颇深，恐会阻碍公子找到救助二公子之人。恰恰相反，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，这玉清洛便是鬼医。若是这世上有人能治浩然之病，非他莫属。当真？江雪，是你吗？
大人，这是剩下五组选手的参赛名单，请过目。玉清洛。香菱姑娘的病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话说香菱姐姐她到底是什么病啊？她呀，瞳孔异常，昼伏夜出，如野兽一般觅食，应该是夜游失心症，而且这种病症极为罕见，多发于体弱的女子身上。如此说来，男子患此症的概率极低。反正我未见过古籍上有记载。你到底为何如此关心香菱？嗯？想到医治之法了。那就要看咱们的运气了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云山雪莲。哼，有我玉晴男在，找到云山雪莲花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吗？那我们该去哪里找呢？靠毒火风来引路。这毒火风飞到谷底去了，我们不会也要下去吧？是谁说有玉晴男在，找到云山雪莲是分分钟的事儿啊？那千云顶果然雄伟啊！徒儿，为师尚请年用，你历练的机会可到了。我师姐说了，这云山雪莲应该就藏在谷底，你可要把机会牢牢抓住啊！去吧。嗯，叶公子，你既然这么好奇，就猜一猜我们为何要来找这云山雪莲呢？是否与雪莲的花蜜有关？算你不笨。昨晚香菱姑娘闻到了胡一三身上的味道，便恢复了神智，而这毒火蜂最喜云山雪莲的花蜜，所以多半是胡一三身上沾到。如此说来，只要找到云山雪莲，你便可用它做药引，配置救治香菱的解药了。没错，我已经把大部分工作都干了，剩下交给你吧。
可我从未见过这雪莲长什么样子。不如你陪我一起下去。不不不不，我就不用了吧。我看你武功高强，就不要妄自菲薄了。我相信你。哦，现在倒是对我如此信任了。咱们队友嘛，互相信任是应该的呀。这样，我给你画一幅云山雪莲图。好了。哎，嗯，云山雪莲不会是长这样吧？要不然你跟他一块下去，看他是不是长这样啊？哦，不不不，我只是看此画甚好。小叶，你按照这幅画找，定能找到云山雪莲。为师相信你啊。嗯。嗯。这悬崖确实雄伟。青洛姑娘选择在崖顶观景，还真是明智之举啊。我们还没找到云山雪莲呢，你怎么那么高兴呢？你干嘛？干嘛呀？这个，我先替你保管。不是吧？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哼，你的眼神暴露了你的想法，而我习惯防患于未然。嗯，你个骗子。查的怎么样了？副门主猜的没错，这个叶扁舟很可能是叶修独假扮的。我的九节鞭早已饥渴难耐，等着痛饮叶修独的鲜血。虽然叶修独是于将军点名要杀的首要对象，但是你别忘了，此次行动的首要任务是杀光所有参赛的医者，让叶浩然没有任何起死回生的机会。叶修独不也是参赛医者之一吗？那你二人便分头行事，炼魂专心对付叶修独。是。你将其他医者统统杀光。属下遵命。难不成这家伙真的摔死了？这么久了，小叶怎么还没有动静啊？这悬崖还有人迹，野生的花草应该也不少，说不定还有毒蛇野兽。这姓叶的别是没找到雪莲，就死在谷底了吧？娘亲，小叶可是我唯一的徒弟，他回不来可怎么办呀？最重要的是还有患病的香菱姐姐呢。哎呀，娘亲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不想抛下小叶，更不想抛下香菱姐姐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苍天哪，我竟然要下悬崖，还是为了那个淫贼。娘亲，楠楠突然改变主意了，你还是先别下去了吧，我怕你有危险。算你臭小子还有点良心。那是，毕竟是亲娘嘛。放心，你徒弟那么厉害，娘亲只要跟他在谷底会合就行。如果一个时辰没回来，你就去山庄找人救我们，听见没有？好的好的好的。放心吧，娘亲一定会带着你徒弟和云山雪莲回来的。嗯，注意安全啊。好好好，娘亲。
走我的匕首，又拖延时间让我下来啊！哎，你真是信口雌黄，说变就变啊！刚才是谁说很信任我来着？我那是被你那伪君子的嘴脸所迷惑，好吧？快放下，赶紧的！怎么，想用苦肉计来博取同情？本姑娘可不吃这一套。我方才下崖时，遇上了。有说应该是同情了。这淫贼虽恶名昭著，办事倒是快。不行不行，玉清楼，你可千万不能忘了替天行道的事。想想数不尽的无辜少女，这一切都是他迷惑姑娘的手段。叶公子，刚刚多有得罪。这样吧，我把你骨头接上，算是赔罪了。嗯，放心，我玉清楼手法快准稳，绝对不会疼的。嗯，不要啊，哎。我跟你说，我特别擅长接骨，特别是你这种贱骨头。你不是说不疼吗？不疼，没事，你忍一下就好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小叶、娘亲，你们千万要撑住啊！一定等我回来救你们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自己身上每一节都活动自如，身体更加灵活了呢？好，这份接骨之情，在下没齿难忘。承让，承让。这药王岛果然名不虚传啊，竟然有阔科豆。蝌蚪，我曾从南阳来的病人口中得知，这是他们家乡特有的一种植物，可以抑制高粱之疾。更有趣的是，这东西能制作出一种味道甜美的食物，乃是他们家乡男女之间互诉爱意的信物。喂，小心。终于要暴露你这个淫贼的真面目，正愁一身的防贼药剂没处施展。这附近飘着很多草药的落叶，说不定云山雪莲就在这附近。你的办法太浪费时间了，还是我的这个靠谱。你行事总是出人意料，只是可惜了这些花花草草。挺有爱心的嘛。也是，你作为采花贼，自然沾花惹草惯了，自然对这些花花草草有特殊感情。若你的医术有你嘴上功夫半成的水平，想必这世上也没有什么你治不好的病。那可未必，即便我有再高的医术，也治不了你这淫贼的好色之症。还有，破坏花草的罪名我可不背。这云山仙莲50年才能长出一株，若不毁掉它们，
如何重新孕育啊？也对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吗？果然是喜新厌旧。跟你给我画的不是一个东西吧？本姑娘也只是在古籍上见过，实物难免有些偏差嘛。小心！走，杀了他们！小心！他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。你没事吧？你不是对我恨之入骨吗？为什么不杀了我？谁舍不得了？那不是因为你之前救过我一命吗？可我好像记得，毒火峰并不致命，胡一森不是也没事吗？那不一样，对于女人来说，毁容比死更要命。算了，反正这次我们互不相欠了，下次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好。玉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你不是？你们认识？这天下谁不认识御史？像个正人君子，怎么也比这个淫贼强点。娘亲，娘亲。人间数落几道伤。
心岂能发展，你我怎随天意遇上，年轮复写了几卷，一命运如常，梦在越沉越不安，明月思念为一人勉强，就让这眼泪好强，铭心是隐藏，人影过后荡，解除时光之手之狂，纵横过千千万难，却甘愿与你情难，悲欢过多少聚散，相依为伴，红尘不放就算绝途望情深。